嘅你，哇，恭喜恭喜，唔错啦。点解啊？原来属鸡嘅你财运排第一，桃花排第三，咁即系全部三名以内啦。属鸡嘅你今年叫做咸池桃花，咸池桃花叫做雾水桃花。咁咩叫雾水桃花啊？原来容易同嗰啲已经相识好耐，本来都唔系情侣，无啦突然间挞着咗。不过又唔好咁开心，原来通常呢个雾水桃花咧系嗰年嚟嗰年走嘅。咁不过有桃花点都好过一个人翻屋企食饭盒啦，系咪？何况呢个世界唔系每一段感情都容易成功噶嘛？可能呢个感情系一生留下一个点缀嚟讲，回忆都唔错噶。咁除咗有雾水桃花之外咧，仲有地解、岁合同埋月德。地解系逢凶化吉，岁合咧就太岁相合，人缘比较好，容易有贵人辅助。月德咧就逢凶化吉，咁即系两个逢凶化吉嘅星，一个就贵人星，一个就桃花星。咁桃花星咧，如果你结咗婚或者有稳定感情，咁点算啊？原来桃花亦都代表人缘，千祈唔好乱搞男女关系，咪俾老婆老公发现就棘手啦，影响婚姻啦。将嗰啲桃花化为人缘，咁做嘢就好上钩，更加有帮助添。咁属鸡有咩要留意啊？有粒空星叫死符，小疾病、小号、小破财。咁呢个小号嚟讲，好少问题嘅啫。有一样嘢，你日日望住个橱窗，好想买又唔舍得买，望咗几年噶啦。趁住今年小号就买咗佢咧，一来可以应咗破财，二来买咗心头号就好上加好。所以属鸡嘅你百利而无一害。即使你生喺呢个秋冬天，我哋叫寒命人，今年运气麻麻地都好啦，因为又有贵人，又有人缘，又有桃花，都能够抬高你嘅运气啊！妹，好久不见，你看起来很棒。你也一样，很期待这个新年可以聚在一起哦。是不是真的？林，他们到了。嗨。Watsons， 趁这个农历新年，把健康、美容与幸福从 Watsons 都带回家。趁这个农历新年超值大促销，亲临您临近的 Watsons 分店，赢取黄金吊坠。